好，我们开始上课。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一章第四小节"无穷小与无穷大"这个话题。那实际上呢，无穷小和无穷大就是研究两个特殊的极限，一个是极限为零，叫无穷小；一个是极限为无穷大，叫无穷大。那么具体的来说，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叫无穷小。把书翻到34页，定义一。说，如果一个函数当 x 趋向于 x 零或者 x 趋向于无穷大时，极限为零。哦，如果你的极限为零，我们就称你叫无穷小。那么大家想一想，实际上是这个道理：说 limit x 趋向于 x 零，f(x)，哦，极限为零，你就是无穷小量。那么翻译一下，那到底怎么理解无穷小呢？这样来想一想。你的极限是零，是不是这个意思？任意的一波系统大于零，任意的一波系统大于零都有什么呢？是不是都有 f(x)？这个减个谁呀？减个零的绝对值，也就是谁呀？也就是 f 的绝对值，干什么呀？是不是能小于这个一波系统啊？对吧？是不是小于一波系统啊？任意的一波系统大于零，是不是我俩相减？这个都能比一波系统小呀，所以你发现，所谓的无穷小呀，其实就是指它的绝对值能够足够小，当然是在一定场合下，比如 x 趋近于零的过程中，比如 x 趋近于无穷大的过程中啊，函数值能够足够小就叫无穷小量。这个地方切记不要把无穷小跟谁呢？跟很小的数混为一谈，大家想哈，我如果是无穷小，我是不是能比任何一个数都要小呀？但是你比如啊，你比如，你想一想这个个十百千万啊，那你想1万分之一，它这个数够小了，但是呢，它不能任意小，它不可能小于什么呀？它不可能小于任何一个正数，当然。这个一波系统是大于零的，对吧？这件事情不成立，所以1万分之1不叫无穷小，你100万分之1也不要无穷小呀。所谓的无穷小，必须什么呀？必须是函数值能比任何一个数都要还要小，这才叫无穷小。所以大家不要把无穷小跟很小的数混为一谈。但是谁可以呀？但是零可以。大家想，零是不是能小于任何一个数？当然这是个正数，你说对不对呀？这件事情这是对的，你说对吧？哦，这件事情对，所以说明什么呀？所以说明零也是什么呀？所以这说明零它是一个无穷小，常数零是无穷小，这件事情你得搞清楚。好，以上就是我们围绕无穷小以及它的注意点，在书上就是34页定义一和34页最下面注意这个说法哈。不要把无穷小跟很小的数混为一谈。其次，零也是无穷小，因为零能比任何一个数都要小。好，这是定义。再往下来翻过来35页，定理。我们上一节讲了这个极限，这一节讲了无穷小。那么极限和无穷小什么关系呢？哦，你的极限等于 a，极限等于 a，那么你自己其实就等于极限加个无穷小，中间是个双箭头啊。极限是 a，自己等于 a 加无穷小。那这便是我们书上第一小这个第四小节第一个话题，无穷小的定义，无穷小的基本定理。但是呢，我们要把第五小节有几个法则，有几个定理搬过来。第五小节38页叫极限运算法则，这一节是开始教大家怎么求极限。但是呢，这个地方。因为书上呢是为了方便推导一些公式、一些法则，所以他把无穷小的几个定理都写在了第五小节。我们把它前移到第四小节，形成一个注的形式。那我的注一就是38页定理一，也就是39页定理二上面那段话，叫用数学归纳法可证得什么呢？有限个无穷小的和，还是什么呀？还是这个无穷小。注意哈，这有限个和。同理，39页定理二有个什么呢？
有个有界函数乘无穷小，还是无穷小，这一条经常用。比如哪个极限呢？比如 x 趋向于零，哦 ，sin 这个 x 趋向于无穷大，哦 ，sin x 再除一个 x， 这等于谁呀？大家这样来想，是不是能看成 x 趋向于无穷大 ，x 分之一乘个谁呀？乘个 sin x。那么这样的话呢 ，x 分之一是无穷小，那它是无穷小。那么 sin 呢 ？sin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界呀？对吧？它是有界。那么无穷小乘有界，根据我们这个注二，显然等于谁呀？无穷小乘有界，二者一乘还是无穷小。那么无穷小就是什么呀？就是极限等于零啊，所以它的极限为零。说完了，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无穷小乘有界。还是无穷小这件事情。好，再看39页定理二，有个推论二，叫什么？无穷小与无穷小的乘积还是无穷小，注意是有限个，有限个无穷小的积还是无穷小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定理三个结论搬到第四小节，形成无穷小的结论啊，和还是无穷小，积还是无穷小，有界乘无穷小还是无穷小。好，对于无穷小我们就说到此处。来，下面复习与它对应的一个量叫无穷大。那么什么叫无穷大呢？我们首先来看定义，说一个函数如果在这个点的某去心邻域内有定义，哦，去心邻域就是什么呀？画张，我们来画张图，所谓的去心邻域是不是这样来描述？这是 x 的轴，这个地方叫 x0， 这个地方叫 x0 减个德尔塔，那么这个地方叫 x0 加个德尔塔，然后呢顺带着把这个点怎么样给它抠掉，那么这两边的点就是什么呀？哦，你这两边加粗的点，那么这两边加粗的点是不是就是认为是 x0 的趋心邻域呀？就是谁呀？就是 x 趋向于 x0 的这些 x， 对吧？就是这些 x， 这个点两边的点。好，如果函数在这个点两边都有定义，干什么呢？任意的一个正数，不论多么大个，如果对于任意的一个数，任意一个正数，我不管它多么大，大家总能干什么呢？大家总能在这，总能找到一个分界点，一个邻域半径，总能找到个德尔塔。使得什么发生呢？使得在这个不等式的一切 x 函数值都满足绝对值比 m 大，哦，注意哈，是一切的 x 啊，就是说这个邻域中的每一个点，邻域中每一个点的函数值都要比 m 大，这才是无穷大。哎，大家想一想，这个地方我们前文学过无界，大家想一想，什么叫无界呢？啊，何谓无界？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回答的？啊，任意的 m 大于零，我不管多大的数，对吧？啊，一定呢存在着一个点 x0 属于某个区间，在这个区间有一个点，使得什么发生呢？是不是使得这个点的函数值能够大于这个 m， 这就是什么呀？这便是无界。哎，你发现了有界和无界的区别和联系在哪个地方？它们的联系都是什么呀？都是讲的函数值能够任意大，函数值比谁都要大，这是共同点。但是不同点呢？不同点要求的点不一样。如果是无穷大，要求每一个点的函数值都要足够大，你说对不对呀？哦，每一个点的函数值哈，你看它要求的是每一个点的函数值，就是泛指点啊，泛指的一种情况，每一个点。但是无界呢？无界是不是要求一个具体点呀？对不对呀？这是一个具体点，你看它怎么说的呀？它是说只要存在着一个点，使得我的函数值能够大于 m，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好，那由此我们就看出来了，无界跟无穷他们差什么地方？大家想，无穷大其实强调什么呀？它强调一种任意性，对不对呀？
是任何一个点的函数值，而无界呢？无界强调什么呀？无界这个地方，你想是不是强调一种存在性吧？是不是指的存在着一个点的函数值足够大就行了呀？所以显然中间这样划分，哦，无穷大一定是无界，可是无界怎么样啊？无界它不一定是无穷大。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无界跟无穷大它们两个的区别和它们两个的联系这个地方哈。哦，那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理解呀？哦，咱们在一个区间上啊，或者说在哪个地方呀，比如在这个淋域中啊，这是 X 轴，这个地方是 X0， 这个地方是 X0 减个德尔塔，这是 X0 加个德尔塔。好，我把它扣掉，把它扣掉之后我们研究这个淋域啊，如果在这个淋域中啊，在这个淋域中如果要想是无穷大，是不是说这个淋域中每一个位置函数值都要足够大，这才叫无穷大。而如果是无界，是不是说明在这个淋域中只要能够有一个点的函数值足够大就是无界就行了吧？所以一个是存在性，一个是任意性。一会儿我们通过题目再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无界和无穷的区别以及联系。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无穷大的定义。注意也不要把无穷大跟很大的数混为一谈。你比如啊，我们说个十百千万，一万这个数能大于任何一个数吗？显然不行，对不对呀？不可以，大于不了啊。这就是我们书上的35页定义二，翻过来36页有一个上面两句话，叫必须注意无穷大不能与很大的数混为一谈。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学了无穷小，学了无穷大，那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呢？有一个定理，在书上36页定理二，叫无穷小和无穷大的关系。如果它为无穷大，那么倒过来为什么？倒过来为无穷小。反过来，如果它为无穷小，并且什么？并且它不是零。因为我们刚刚讲过，零也是无穷小，但是零呢？零没有倒数，你说对不对啊？所以它是无穷小，并且它不是零，才能说什么呀？才能说它倒过来叫无穷大啊，这样来说哈。好，这是定理二。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两个题再帮大家澄清这个无界和无穷的区别和联系。把书翻到38页的第六个习题，我们一起做一下。说这个函数 y 等于 x cosine x 在这个区间有界没界？哎，那你想了，这个区间是什么呀？哦，解第一件事情啊，研究的是负无穷到正无穷这个区间，对吧？ x 的轴，这是原点。好，我们这样来想一想，这个一是不是 点越大，是不是 x 的越大呀？对吧？越往右取点，这个 x 的越大。但是 cosine 呢？ cosine 是不是最大是一，并且它还有可能取到谁呀？还有可能取到零，对吧？我们先看 cosine 何时取到一？我们如果取 x 等于2k 派，取 2k 派。那这个地方肯定属于谁呀？它肯定属于负无穷到正无穷了嘛，对吧？取 2k 派时啊，如果它取这个 2k 派时，那我的函数就是这个 y 等于 x cosine x 应该等于谁了？那是不是应该等于 2k 派再来个谁呀？ cosine 2k 派。那么 cosine 2k 派应该是 1, 所以这等于谁呀？所以这等于 2k 派。那你发现了 2k 派是不是能比任何一个数都要大呀？你想一想，哦，如果你给我 m 是 1000, 我让 k 取1万，那肯定比你还大呀。于是下结论，我这个函数在负无穷到正无穷区间如何呀？没界，对吧？所以我 y 等于 x cosine x 在负无穷逗号正无穷上显然是无界的啊，你没有界，无界啊，这就说完了。好，再来第二件事情，他说啊，当 x 趋向于正无穷，它是不是无穷大？那大家先想 x 趋向于正无穷是研究哪些 x 呀？它是研究的哪些 x？ 我们标记一下，
是不是这样来回答？画张图，这是 x 的轴，这是原点，找个分界点大 x， 是不是这个点以右的点，我们就认为是什么呀？是不是这个点以右的点，我们认为就是研究对象，对吧？那你讲一讲，他问我 x 取正无穷的时候，我是不是无穷大？那按照定义，是不是得看右边这些加粗加红的这些点，它们的函数值能不能都是足够大？如果都能够达到足够大，你就是无穷大。那你想一想，我说右边这些点的函数值不是处处都足够大，比如谁呀？我给你找一个点，取 x 等于谁呢？取 x 等于二分之派加个二 k 派。那么大家想，这个点肯定属于哪里呀？是不是肯定属于大 x 到正无穷这个区间段吧？对吧？好，那这个点时，你会发现你的 y 等于谁？y 就是 x cosine x 将等于二分之派再加二 k 派，再来 cosine 二分之派再加二 k 派。很可惜 ，cosine 二分之派加二 k 派是多少？零。所以你发现，哎，这些等于零。那等于零的话，大家想一想，还能说比任何一个数都要大吗？显然，这个地方是办不了的。你说对不对？这就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在无穷远处有很多的点，它的函数值达到零了。那么你达到零，是不是显然不是足够大呀？于是这就说明什么？于是这就说明 y 等于 x cosine x， 在 x 达到正无穷时，它如何？它不是无穷大，它非无穷大。这不就说完了吗？是这个道理哈。啊，你体会一下，什么叫无界？有一个点函数值足够大就是无界。什么叫无穷大？是每一个点的函数值都足够大才叫无穷大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道题目。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题，再帮大家解释一下有这个无界和无穷。书上38页习题7这道题，我们再做一次哈。再来看习题7。证明函数在区间0到1内没有界。好，解第一件事情，研究的是01区间，我们画张图。那么01区间，如果说这是 0， 那这就是谁了呀？这就是1 01区间，对吧？那要想说没有界，是不是找点？只要找到一个点足够大，你就是无界。好，我可以取谁呀？我取3为1的点，那就是 x 等于二分之派再加个 2k 派分之一。那你想，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属于01区间吧？对吧？应该是可以属于01区间的啊，属于01区间。我让 k 怎么办呀？是不是让 k 取这个正整数就行了吧？对吧？01区间肯定有这种点嘛，它肯定属于0到1的区间啊。01区间相当于 k 呢是正整数啊。k 啊，取啊正整数吧，正整数随便取。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取的话，你发现你的函数 f(x) 就是这个 x 分之一再来个 sin(x) 分之一，就等于谁了呀？那么 x 分之一就是二分之派再加，是不是二 k 派了呀？再来个谁 ？sin 的二分之派再加个谁呀？是不是 2k 派了呀？哎，你发现这等于谁呀？这将等于，那么 sin 这一项是不是横是一呀？那就是谁了呀？只有前面了，叫二分之派再加谁呀？是不是 2k 派？那么大家想了，我说这个数呀，能大于任何一个值。你比如，如果你 m 给我1000。M 给我1000 ，K 取多少 ？K 取2000。M 给我2000，我 K 取4000，是不是肯定比你大呀？对不对呀？所以这样就说明我的函数如何？说明这个函数在01区间上构成什么呀？答，构成了无界。我是无界的。好，再来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说什么呢？第二件事情说。x 取0正时它不是无穷大。那你想
x 取零正是哪些 x？来，我们画张图，那就是指哦，x 取零正哪些 x 呀？x 的轴，然后呢，这是零点，把它要抠掉，然后呢，往右取德尔塔，是不是取这一段呀？这一段就是 x 的取零正，当然一要在这个位置上，对吧？因为德尔塔很小，淋域嘛。好，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说，哦，要证明在红颜色这一段，在红颜色这一段，我不是无穷大。你要想是无穷大，你是不是应该在红颜色这一段每一个点的函数值都大于 m 呀？那么你要想不是无穷大，我只要找到一个点破坏就行了，对不对呀？我可以这样来想，我取 x 等于 2k 派分之一。好，这个 2k 派分之一，大家想是不是明显属于哪个区间？是不是属于零到德尔塔区间呀？当然，让 k 取谁呀？k 取充分大的正整数，对不对呀？你 k 如果是充分的，比如 k 取100万，那二乘100万再乘派再分之一，那肯定在这个区间呀，对吧？好，那么此时如果是这样取的话，那则咱们的 f 就是谁了？f(x)，那就是 x 分之一再来个谁呀？sin x 分之一将等于哦，这样的话将等于 2k 派，再来个谁呀？sin 的 2k 派。但是我们都知道，sin 2k 派是多少呀？是零。所以你发现，哎，零还能说大于任何一个数吗？显然大于不了。于是发现什么呀？于是这就足以说明我们这个函数呢，在 x 趋近于谁呀？说明这个函数，在 x 趋向于零正时，又非什么呀？非无穷大。说完了，说明你不是无穷大呀。所以这又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个经典的反例，什么呀？是无界，但是又不是无穷大。所以希望大家结合我们所讲的，结合我们分析的，彻底通过这两个题，把函数的无界和无穷大这两个概念要加以做严格的区分，搞清楚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好，那么这样我们整个第四小节无穷小和无穷大的内容将全部结束。那么书上的例一和例二不做要求，因为又是定义法，我们都不要。于是我们留下这一小节的作业，那就是谁呢？我们只做一个37页，37页的第五题，大家好好做一下就行了。这道题哈，因为这个题呢是涉及到让大家写极限的定义，就是大家通过这个题呢再来理解一下，再来熟悉一下那个极限的定义怎么写啊，同时也写一下无穷大的定义。好，这样的话，我们前面四小节将全部结束。那么前面四小节主要是谈了函数的问题，谈了极限的定义、极限的性质，以及一个特殊的极限为零的量叫无穷小量，和一个特殊的极限为无穷大的量叫无穷大量。那么这四小节把概念说清楚了，但是呢，并没有为大家系统的去提供求极限的方法。那么从第五小节，就是38页开始，才正式为大家逐步的去引导、引入我们求极限常用的方法有哪些。那么具体来说，主要有哪些公式、哪些定理、哪些法则供我们使用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再去谈第五小节极限的运算法则。好，我们休息一下。